荣耀尼克，大家和 Andy 一起来倒数好吗？三二一之后，梦想就起飞了。三二一，请启动，请放开手，勇敢坚持，挑战未来，梦想 keep working。台湾的东西持续开放，与国际接轨，各奔着梦想，逐梦踏实。年轻的学子们，他们未来规划日趋多元，而我们 DIAGEO 还有别处要继续为台湾的良善愿景而努力，梦想的力量热情的传承下去。热烈掌声给我们台上的长官，恭喜分院士、院长，还有我们 TH， 请回座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这个飞船象征着我们 keep walking 梦想的起飞。各位长官，各位贵宾，那么接下来呢？就